一个好好的小孩变成这样子，我们当妈妈的都来过。先赶快把它的功能性维持好。够吗？够啊！你站起来，那就够。感恩感恩。林先生来了。这都我外号。来来，到底先生。谢谢。荷包蛋是个小事情，而且其实也不是很值钱。可是我觉得这份准备的心，好让我们觉得很没有办法讲出来的感动。